大家晚安。对不起，我拿个水进来好了。谢谢厚厚的红包，对不起。我好丑，现在。谢谢厚厚。谢谢吉米周的文首领。好的，大家，我在这里，非常郑重的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就是星期天的活动，知道大家就是非常期待，然后其实我自己也很期待，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但是就是很难过，这次忽然之间。就是身体又不太舒服，对，没关系，我现在直接先讲，因为跟大家讲一下我是什么状况好了，就是大家应该也就是想知道，就是礼拜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就是呢，礼拜天的时候呢，礼拜六我都还很正常，就是。就我之前确诊嘛，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就是知道说，就我自己在家里面确诊这样。然后这一次呢，就大家其实有很多人有提醒我这件事情，但是我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之前打疫苗的时候不是就是副作用比较大嘛。然后什么是黑脚？黑脚是什么？然后呢，我到星期六都状况都很好，就是还可以聊天啊，还跟面面他们那边吃饼干聊天什么的，就很正常这样。然后就当天回家，就是晚上我一直在想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但后来想一下，好像就是应该就是副作用，因为我刚好是在确诊的第14天进急诊。那我上一次打疫苗也是第14天住院，所以就是非常刚好，就都是14天，不是，是刚好跟面面在就是聊天吃饼干这样。然后当天的状况是这样，就是星期天。晚上的时候就开始吃晚餐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点肠胃有点不太舒服这样，然后那个我就吃的比较少，晚餐就吃的比较少，然后呢晚上就有一点积食的那种感觉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半夜两点的时候我就吐了第一次。因为应该说这样，晚上的时候我就超级想吐，然后我就先吃了一颗止吐药，然后吃了止吐药之后呢，我就好想说好一点了这样，然后我就去了。我先跟大家讲一声，说我今天会播到我体力的极限，就是如果我提早没有办法承受的话，我可能会提早关播这样，然后两点的时候我就先吐了第一次，我就吐完以后觉得舒服多了，我就去睡了。结果后来五点钟的时候又起床了，就又再起来，然后本来就是有点想吐这样，然后就去找了，就是因为我在自己房间睡嘛，然后我怕我不太舒服会忽然间感冒，我就去找祖妈，就到祖妈的房间这样子。
然后 你知道了，然后我也觉得你要提早关，我知道你不舒服，就是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当天发生的状况，然后因为想要跟大家就是也希望，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体谅，但是我也是想要跟大家讲一下，说声对不起这样子，然后就我去主妈房间休息之后呢。大概10分钟吧，我就忽然间受不了，我就又起来吐了第二次。吐到第二次的时候，竹妈就觉得，她说她觉得我有点不太对劲，就是有一点像当初打疫苗的那个状况这样子。那我多了时间准备你的礼物，那怎么那么好？这个还喜欢呢。但是我也会，我跟大家讲一声，我也会就是在这段期间。准备更多给大家的小惊喜，这样不是绿色便便啊，就是我就是打吐特，因为我之前打疫苗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吃东西进去嘛，然后吃东西进去都会吐，可是这次我就是觉得很奇怪，就是我到星期六都很正常，我只有星期六晚上有一点吃不下东西，然后礼拜天吐这样，然后结果如果当天的话，真的没有时间准备你的礼物，不会杀了你了。可以期待更多的加码吗？没有问题，我一定会准备更多的加码的。你只需要准备好健康的身体就好。没事，我这次吃了台湾的麦当当了，我好想吃。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件很值得欣慰，最近很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开始可以吃配肉松跟酱瓜了，这样子。就是我今天蛮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现在吃完以后胃有点痛。你说花收到了吗？有，姐姐有传讯息跟我说，她今天就是有拿到，然后说叫我赶快去拿，因为你这样讲很想哭。我刚刚讲了什么？什么？然后不是还没消封，他说他怕消封，所以我想说看能不能明天请竹妈载我去。终于可以吃东西，听到就很想哦，没事啦，我觉得很幸福，就是吃了这么多天的白吐司，而且白吐司前几天吃还会反胃，然后我现在还不敢喝我的 Fin，因为我上次喝 Fin 就把 Fin 吐出来了。哎、欸，你们真的很坏。对，竹妈那天就是又忽然之间，就是因为我晚上的时候就是偷吃了肉松，就是我的白稀饭里面偷偷加了一点肉松，就当天晚上就不太舒服，晚上直接没办法睡觉，然后隔天竹妈直接请假带我去看医生，这样。还没，我还没讲完，我要跟大家讲我的故事。我必须要跟大家讲，请大家一定要，我的故事是要跟大家讲，请大家不要觉得没事，然后就真的没事，就是我星期六真的到星期六真的都完全没事，而且我跟你讲，我真的吓到，就是，然后我星期，然后我五点不是吐了嘛，然后竹妈就立刻带我去急诊，然后我就去了急诊，然后去了急诊之后呢，就是。立刻先验了胰脏跟肝脏的指数，因为怕跟上次一样是急性胰脏炎这样子。对，我瘦了，现在48.1，快要47了。挂急诊还没事，就是我觉得是比打疫苗的那个副作用，应该说打疫苗副作用，其实第一批不舒服的时候，就是像我。这一次星期天的这样的不舒服，这样，然后因为但那个时候因为都说检查是正常，所以那时候打完疫苗的时候就没有想那么多，所以我就回家，然后再撑了7天就住医院，所以这次竹妈就很紧张，所以她这次就立刻带我去打了点滴，然后打了止吐针跟止吐针跟消炎针，然后呢打完之后呢。就发现，
因为怕我会迟到，因为要先打，先玩打完点滴才能去嘛。那打完点滴之后呢，我就要回家，因为我还要化妆的时间。那时候本来是想说还要化妆的时间，所以那时候就是开始打点滴之后呢，就赶快请竹马帮我用我的手机跟公司讲说我会晚一点到。结果殊不知呢，我跟竹马两个人出门太急，结果我们两个就都忘记带手机了，所以竹马就立刻冲回家去拿手机。的这个时间呢，我就在医院再吐了一次，然后医院的护士就吓到，因为护士就说你是自己一个人吗？我就说没有，家人回去拿东西这样，然后我就责怪的环节就交给晚上的欧童星就好了，不要责怪任何人。然后我也很抱歉说，就是我有看到，就是有人觉得就是，应该说，我后来才知道说就是公司就是没有到现场这件事情，但是我必须要帮工作人员讲一声，就是我也要很对不起的原因是那个时候对不起，有点想哭，但是那个时候工作人员其实很担心我的身体，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要立刻帮我处理后续的所有一切这样。然后其实我会这么晚发布，其实是因为我本来是想说要上台的，但是就是到了现场之后呢，工作人员真的看到我就是对，就是吐得有点严重，所以他们大家就是。有点担心我，才临时决定说，看能不能处理一下关于场地跟后续所有一切，还要跟上层，就是可能还要沟通之类的这样。然后，所以可能就是在后续，如果大家工作人员有处理比较不当的地方，希望大家可以就多多体谅这样子。Oh my god！我跟你讲，其实我那时候有想说我要应承上台，可是工作人员就说他怕我吐在你们身上，所以他们大家就是也很担心我的身体，然后他们就说不要怕我吐在圆圈圈，你在干嘛？等一下，圆圈圈偷我东西，白目哎，这不可以拿来玩哎。白目哦，超级白目的。他偷他自己的零食啊！圈圈这次有哭吗？圈圈没有，圈圈不太知道我发生什么事。用嘴就不用哦，好哦，好恶哦，真的好恶哦。你很烦呢，乌龙没有吧？应该没有，我不敢量。我们大概出来猜得出来，你想硬撑，但不要，身体还是比较重要。没有，因为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说，就是知道大家就是从各个地方来这样，然后。就是大家也是抽出了时间，然后把这个时间就是留给我们这样，然后我知道大家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因为我自己也很期待，所以我本来是希望就是这一天不要有任何的闪失这样。哦，走开哦，揍你哦，没有最多就 B 好吗？反正就是后来我就在医院就再吐了一次，再吐了一次之后呢，就打完点滴以后就回家。那个时候出院的时候，就是医生那个时候就有问我说，护士那时候也问我说，我是不是头晕？我那时候本来没有，我出去的时候本来没有这样，然后结果后来。开始开车的时候，竹妈开始开车的时候，我就开始大头晕，而且超级想吐。然后我必须要跟大家讲，我那天其实化完妆，
换完衣服，只是没有弄头发，但是我是有完妆的。然后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化妆。我就是先这样，全部化，快速化完底妆，然后昏倒，然后再起来化眼妆，化，然后再晕倒，然后再起来化眉毛，化，然后晕倒，开始修容，化口红，然后晕倒。然后起来穿好衣服，然后晕倒，然后本来应该要弄头发的，要弄好我自己的头发，然后主妈说真的没办法，然后我就走出去开始收包包，收完包包我再晕倒，然后这个时候是真的就有一点迟到了，这样就那时候后来有都没有人载我嘛，有啊，就是我娘载我这样，阶段性化妆，对。阶段，对，就是晕了，然后晕了又晕了又晕，对，然后我一定要跟大家讲这个故事。我如果当天有你们的朋友，或者是你们的认识的人，或者是你们的就是有人听到这样的故事的话，请一定要告诉他我没有传染性。对，就是呢，就是后来全部准备好之后，舅妈就载我到公司了。再到公司之后呢，哦，是是是 ，top model 就是一定要 A， 是不是？因为要就是 A 等级的这样，就是 top A 这样 ，OK， 100分。对，晕眩式化妆法，没错没错，我那天就是画了一个晕眩式化妆法这样。对对对，然后呢，我就到了现场。这个时候呢，我晕眩到达了一个最高点的时期。对。然后呢，这个晕眩到了最高点的时期之后呢，我就只能蹲在路边，要走路的时候呢再站起来。殊不知呢，刚好那一天是假日，公司楼下超多人的，我就要从地下室坐电梯上来的那个瞬间呢，我要站着，因为太多人类了。我本来从 B4 我就进电梯，我就现在觉得我要忍耐，一定要忍住。这个时候呢，我就已经先拿了一个呕吐袋在身上，然后呢，就本来想说 B1 会停，因为有人要去地下街吃饭，然后呢，我就开始忍，想没关系，只有停 B1 直到一楼，就殊不知这时候 B3 的门打开了，因为有人要上来，所以 B3 的门打开了呢，就又再进来一波人，这个时候呢。就空气又在被凝，就在被压缩了一点，然后我就忍，要快一个极限的时候呢 ，B1 门一打开，在关起来的那个瞬间，我就抓起我的呕吐袋，疯狂的大呕吐了一包，就这样，了一包，然后这个时候呢。旁边的人类呢，就直接吓到跳。竹妈说，旁边的一群人直接跳离我两三步，直接跳开，吓到旁边的人。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只能这样用，因为我没有戴口罩，所以我只能用袋子这样弄住我的嘴巴。然后我就跟竹妈说：“请问你有带卫生纸吗？”因为我是这从嘴巴、鼻子，通通都是我的呕吐，然后这样走出电梯。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都不敢乱动，我就这样子呢，再坐到我们公司的楼梯，然后在楼，这不是在一楼的时候跟那个一楼的管理师说，请问可以借我卫生纸吗？我才好不容易插到我的嘴巴跟鼻子里面。没看过孕哎、欸，对，好像有点道理。孕吐哈，可是孕吐应该是要吃东西才会吐啊。是这样子吗？下次是不要呸，没有下次，不要吐了，不准吐，不准再吐了，没有吐。还看得出来之前吃什么？没有，那时候已经在吐胆汁了，就是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吐，不是胆汁就是肺，因为它是绿绿的，透明泛绿光，
对，就是我不太确定它是什么。哦，你要还原看看是吗？好好，哈哈哈，没问题。所以是三碗水煮成一碗水的胆汁吗？这个我也是不太确定。泛绿光感觉很像中毒。等一下，圆圈圈把我呕吐袋拿走去玩。他到底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偷？圆圈圈啊，妈妈真的实在是没有办法再走来走去。请你不要偷我的呕吐袋好吗？谢谢你。关起来。对啊，没听我的声音，现在都已经开始变得很低哑、很深邃、很磁性的声音。人真的会吐出绿色的东西吗？嗯，我可以告诉你会的，因为我医生有说是什么嘛，然后反正就是后来就临时取消了嘛。一取消，我就竹妈就立刻带我再返回急诊。我只能说。这个吃所有急诊人简直是多到一个恐怖的地步，真的，而且超级这次真的超级多人确诊的，就是这一波超级多人确诊。你知道你这样延期让我有时间冒出灵感来你的生日礼物，不行，我真的很期待这一次的生日会。对，是哪一种绿哦？就是。嗯，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一种气泡水？它 maybe 是柠檬口味或者是什么其他口味的，它会有点透明，泛着一点绿色。这个形容有点能明白吗？应该用什么形容呢？它不是浑浊的，它是透明的，它是有点像气泡水的颜色，透明的绿色。然后它是接近，不是荧光绿，也不是到深绿，但就是，就是像苏，就是它如果是苏打水，然后加一点绿色色素的那种感觉，这样，然后就好，我下次会乖乖的，早一点跟大家说。我还邀请了我的朋友，是八爪博士的那种绿吗？那天本来乙真也要到，结果乙真已经快到了，我才跟他说，来不及跟他讲，我才跟他讲说我在乙园，他就只好原路返回。期待生日会，也期待你们的生日礼物。圆圈圈你这个臭小猫，圆圈圈，你在这里给我放屁，有够臭的，啊！你在这里放了一个屁是什么意思？但我真的不得不说，吐完以后我的嗅觉跟味觉是恢复了很多，是真的。你有准备表演的说，听说那天连站都站不稳。对啊，我获得了很多的拥抱。对不起，臭味相投，才没有。这次是送圈圈礼物没有你的。好吧，好吧，那圈圈生日我也有份吧。我这次。不能说，还不能说，现在就很痛苦，我真的很痛苦，我真的超级痛苦。然后我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一次我的公演可能不能全餐，因为我怕我跳不完全部。但是暂时是圆圈圈，你不要一直偷我的东西。圆圈圈，我要把你抓起来，这是一个很好棒的身材。
这个一直在趁我直播的时候偷我东西。圈圈这是开心吗？你还确定吗？你还活着？但是他那一天我很谢谢圈圈，那天他帮我们顾家。准备起单，好好休息。我跟你们说，这次翁同勋也准备很多，而且他这次很用心的，就是准备了一个很厉害的东西。谢谢厚厚的啾啾我，真的很可惜没给大家看到。没事，我们六月见。欧头星明明就健康，然后跳超少，真的假的？但是我也是很抱歉，好好休息，不希望前座可能就不会有我了，就是对，应该是没有可惜，六月还会到，大家六月都还会到吗？没关系，有到的我一定会尽全力的给大家奖品，就是回馈给大家的爱。6:30一定要走，好，绝对不可以 delay。前座没事啦，然后我的T组的可能也没有跳这么多首，就是要跟大家讲一声对不起，要跟大家讲一声，请大家多多担待。你让吼吼升级做商务舱欸，多爽！我也想做商务舱。没事，看到你就很满足。那你可以开箱一下去香港，如果开搭商务舱是怎么样，然后多久？如果之后带头目去香港玩的话，想知道坐商务舱怎么样？你准备起单，公演撑不住休息没有关系，准备起单。哦，对耶，对耶，我还没回时间呢，等一下。等我一下，我看到一个很厉害的消息。大家都很 carry， 猪猪好好休息。荒腔走板是什么意思？工作之后再说。真的，你去日本也做商务舱哦？还好同事很给力。我真的非常谢谢头目，因为我那时候在急诊，我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回复，然后完全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真的很谢谢头目，然后听说头目那天就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就是还陪朋友就是去了很多趟医院这样子，就是对，所以他就是他那天听说他也是吓到了，他就是忽然之间身边的朋友就是很多很多。对，就是绿色的瓶，绿色幸福水水的绿色瓶子透出来的那个颜色，差不多。商务舱的话是单独座位，好想要坐。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邱日红说什么？大家都很 carry 吗？我视频都给你，对，绿色胆汁差不多意思。没有，不要，你们不要拿，就是差不多跟那个颜色差不多。新单曲的封面，为什么有新单曲的封面？
压力有新单曲的封面。你们怎么有看到新单曲的封面？在哪里？所以我才说公司荒腔走板。我们被唱片行爆雷了，为什么我还没看到？在哪里？圆圈圈，请看小盒子。你们为什么比我还先看到？我都还没看到。我还没看过单曲封面呢。七单确实蛮普通的，里面竟然有 Go Not 是什么东西？哦，这个吗？营运压线不是第一次。你怎么笑这么开心？我觉得很好看，到时候可以给大家看我当下有拍的照片。好吧，想看你 shock 的表情，好喜欢哦，圈圈，你一定觉得妈咪为什么要自己自言自语，对不对？你这个捣蛋鬼，你又想干嘛？有够闹就不普通了吧，没关系，只是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新的。讲完了，可以关了。对，我有一点快要不行了，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当天的状况是这样。然后，医生的讲法是说，他说这个应该是吃清冠一号的副作用。他们说有非常多的人就是吃了以后去，就是后那个确诊以后去吃清冠，然后就会上吐下泻这样。但是我必须要跟医生说 no，因为我没有吃清冠，我只有吃中药，吃一般的中药，而且那个中药还是清冠的减半，再减半。因为那个中医师知道我的身体很弱，然后中医师一听到我的身体状况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应该是就是像我上次那个确诊的那个，不是打疫苗的那个副作用差不多意思，就是只是因为我有过一次，所以我这次的那个状况是这样，大概是这样。什么很弱，是弱爆了，对，好香啊，好香啊！我没有对中药过敏，但是反正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总体来说，这个上吐下泻的这个状况呢，我后来有拉肚子一次，就是礼拜天的时候。礼拜天的时候有拉一次肚子，然后呢吐这样子，然后应该不是过敏，就是对，就应该是对这个疫情过，对这个病毒过敏。对，现在需要好好养身体，恢复体力。对啊，对不起，绿毛，你废话太多了，谢谢大家，然后。
现在跟大家讲一声，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就是，我今天开始可以吃稀饭配肉松了，很开心。然后吼吼也辛苦了，对不起，念棒棒吧。好了，对，我可能有一点没有力气说话，就是我怕我等下会呕吐。对，我今天就是差不多先这样。你们，我跟你讲，我每一次，这我跟你讲，我又回到我当初住院的情况，就是我现在已经开始在那个酷，那个那叫什么？那个食物的购物软件叫什么？酷碰，酷什么？酷什么？你知道我看了多少的东西吗？我还看了，你知道我已经疯掉了，我在看贵格最近出的就是燕麦粥，Oh my god！我现在好想吃，我真的好想吃燕麦粥，我真的，然后我被竹妈制止了，然后，哎，不行，你们一定要跟我，一定要听我讲完这一段。燕麦粥看起来真的超级好吃，然后我还看了冬粉，然后我还看了，你知道韩国有出松子粥。然后你知道还有出什么？还有牛肉粥，然后这样就算。你们先听我说，你们真的认真的听我说。然后呢，我还看到了，你们知道 Miu Miuka 吗？德国的那个 Miuka 的那个牌子，紫色包装，它的那个我好想吃哦！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Oreo 巧克力饼干，真的看起来超级好吃的。我跟你讲，你知道韩，你知道国父，不是国父纪念，忠孝东路那附近有一家韩国的糖饼店，我真的好想好想吃，我真的都没有，好想吃，我真的超级想吃。然后我现在吃，我一定直接就大吐，就是。对，所以为了下个礼拜的公演，我一定要在这个礼拜养好身体，因为我下个礼拜我要养好我的体力，然后我要知道确定我应该要怎么做才行。对啊，WZI 为什么是 WZI 离开直播间？为什么 No？为什么吼吼离开直播间？为什么 No？为什么好痛啊！不要让我笑。很痛哎，为什么？请问为什么最后第三个才是 Uno？晚安大家，没有人在直播间呢。好，对，我要开始顾好我的身体。然后，有，我昨天也很早就睡，我昨天11点就睡。但是我，哎，但是我如果有人是医生或护士的，可以帮我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或是你们家人有人的话，就是。我这几天睡觉呢，就是有一个困扰的点，就是我每一天早上5点准时会起来，就是我是一个可以深度睡眠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为了我，Lingo 是医生是不是？就是你送我一个任务去睡觉，不要，我关播休息一下，我要上线。看一下我的电动，然后我们账号会留着哦。是哦，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吐那一天就是5点起来，然后查查是护理师，起来起床尿尿不是，对，哦，林果来了，上班人我那个。好认真哦，怎么那么感动？谢谢谢谢林果这么认真帮我解答我的身体疑虑，谢谢，非常感恩，谢谢。哎，怎么那么厉害？真假的，林果是医生哦，送了一个滚，升级到立即滚啊，立刻滚，让我解答完这个问题就好。就是这件事情困扰我了这一个礼拜，就是我这一个礼拜。看不出来，不是我是打工仔。为了减少今天的游戏体验，自己开场。
线上看着嘛，对对，线上看着，就是我每天早上，现在每一天早上5点就会起来，而且是完全没有办法睡觉那种，然后我必须要到差不多10点、9点、10点以后，我才有办法再继续睡觉。你要来听听我的心跳声吗？我们到时候生日会再来听，好不好？我这次一定会加倍的准备大家的。我不能讲，我真的不能说，我什么都不能说。你要不要私信给拍过广告的加一科许医师啊？他是谁？最好生日会是可以听啦。你睡眠时间够吗？有的时候11点，有的时候12点，有的时候1点，但起来的时间都是5点。可以靠过来听？不是作息乱了，就是药性的影响吧？你说的哦。我说的啊，我说的，对，眼睛睁开来看时钟就是5点，从来没有这样过。我是可以睡22小时的人，我人生曾经最厉害的时期就是睡了22个小时。从下午6点睡到隔天下午4点，小时候，我小的时候，生理时钟啊，不是啊，我闭上眼睛就天黑，一种撕裂的感觉，这是歌词吗？心情影响睡眠，我觉得是应该是时钟没电，一直停在5点。你好吧，嘟嘟。我在等林果耶，还是林果也很累的时候一样5点起。对，我在等我的医生给我线上看诊啦。你们等一下，看吧，心情放松，可不可以睡得比较好？听过你走开，姐姐没有打电话来赶人，原来是姐姐没有打电话来赶人，原来是年纪的部分，不是卡了吗？没收挂号费，邻国怎么整治？你要关了啦，卡了就关吧，是画面卡还是？到底要讲多久？对不起嘛，那我现在关掉，大家拜拜。现在没有卡了，好啦，我要关了，谢谢。你很烦你乌龙，拜拜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然后我收到了很多的关心，谢谢大家。那我在这边就是，首先感谢大家的关心跟安慰，然后也说声不好意思，这样在这里郑重的跟大家说声道歉，然后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我们6月还是可以见面。真的很想跟大家见面，我这次办得很盛大，你要好好保重50公斤的体重。好，我刚刚吃完东西，看看量体重有没有怎么样。拜拜。就算是生病也要凶你，不准打你。好，我不道歉，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的爱。拜拜，拜拜。